好，我们回来了。这里是在塔楼的里面吗？这比我想象的要暗很多。等等，太阳在哪里？幽灵，你知道太阳怎么了吗？我没有选项可以选呢，之前不是可以对话的吗？幽灵，天使幽灵，快快点，幽灵，说点什么？幽灵，怎么回事？我不敢看我的画面了，所以我现在。我是可以走路的，没有选择任何东西。可以再往上走哎，还是这个是墙了？有，那边可能是墙了。电脑，你好，Nico，你好，恭喜你，你现在已经在塔楼里了。你是在和我说话吗？现在，是的。之前你总是和幽灵说话，天使幽灵去哪了？幽灵已经不在了，我只有直接联系你。等等，你是说幽灵走了，就这样？是的，永远，是的。天使幽灵已经完成了他们的任务，你也一样，Nico。现在你可以在这里休息一会儿。这里发生的一切就像是一场梦，你醒来后就回到家里了。哦，但是怎么了？我觉得还有点事没有做，你知道吗？我觉得我们应该到塔顶去。我觉得我们要把太阳放到上面的某个地方，而现在我连太阳都没有，天使幽灵已经不在了，就感觉不对。但是你做得很好，你拯救了世界，妮可，你不开心吗？我觉得是的，但是只是……哦，关机了。那我们现在只能睡觉吗？还是我可以不要睡？哎，我一直往上走，可是就是回来这边了。那我这次往左边走看看。好吧，看来我们也只能睡觉了。大家晚安。我还未跟田石幽灵道别。游戏又被关了。好，这时候，我看了一下我的攻略。他说打开我的。One shot 的文件夹，我看一下。打开 Steam，等一下哦，我换成这个。好，我的收藏库，One shot 的资料内容，然后本机档案，浏览本机档案。这边，要按下这一个，会不会有恐怖的东西出来啊？上次我们按过吗？我不记得哦。对，我们上次好像有按过，就出现这样子而已。然后他说，这个时候我们再来打开游戏。嗯，我觉得这个是，我不看攻略，我真的是不知道。我琢磨一辈子，人家不知道。
有了有了有了，看一下，把我们的东西叫出来。他在看我的画面吗？我们还有一个这一个。好 ，Nico， 他有什么一脸很惊讶的样子？是我的错觉吗？你好，幽灵，刚才是你吗？我好像听到了你的声音，在我的梦里。哦，我猜你依然不在。等等，我兜里有什么东西？我不记得把它放在里面了。哦，三叶草。哎，电脑，电脑亮了，我没有注意到。好，我们看一下电脑会跟我们讲什么。让我把这个弄这样子，虽然塞不下，可是就这样就点吧。你还在这 ，Nico， 为什么你还在这里？你，哦，毛毛的，你没有看到吗？有这个画面吧？你为什么回来，天使幽灵？我告诉过你走开，等一下会有恐怖的东西吗？你知道我试着长话短说，对吧？你想让我告诉你更多是吧？好，你还有一句话，如果你不想离开，我会让你永远无法离开。告白啊！变了，之前我只向你透露了最低限度有关本体的情况。好，这个时候说要这个，然后这个这样子对齐，对齐了吗？左边一点，哦，差不多了。好，然后我们再回来看。哎，变了！非常抱歉，我不想让图书管理员陷入危险。哦，所以说为什么这个游戏一开始是建议说不要用全视窗玩，就因为就是全萤幕玩，你要用视窗画的玩，因为这样才看得到。等一下哦，所以往上面走。哎，新便携的，哎，好酷哦，这个游戏。虽然我很害怕，那东西会令所有得知它真相的人沉默。我们要继续往上面那里走。有了，再变了。嗯，看一下哦，先对齐。很遗憾，我曾经看到这发生在我的朋友身上。不能跑，我按错键，难怪不能跑步。哎，什么意思？是要往回走的意思咯？啊，但是不用担心，有本体，本体无法接触到你，所以我们要往回走的意思吗？有嘞。看一下，哎，这个变小了。只能盖一点，它一点点盖不起来，也无法对我做出什么事。本体无法触碰到我，也无法对我做出什么事。我已经自行离开了这个世界。我没有料到本体居然真的存在。本体是什么？哎，在哪里？这个。而现在它
已经完全觉醒了，有一件可以肯定。诶，是立体的这一次。这里他想要的是毁灭，这个自己的毁灭，世界的毁灭，那无情的欲求以表现无余。什么意思？发亮。有，你应该已经看到了那些伤痕。现在本体正用尽一切手段阻止你前进，哪怕只能拖延几分钟。所以本体是指对啊，这个太旁边了吧，我的萤幕没有那么大。大大在你不可避免的将太阳大带到塔顶之前，所以不应该带到塔顶咯。你作为上帝将在塔顶对世界最初做出最终审判。当然在那里本体也会再次与你接触。那时他会诱使你打碎太阳。打碎太阳的话就跟那个 Nico 的噩梦一样了。在哪里？那会使世界立刻毁灭，所以这个世界就没了。这也没错吧。他为什么指的是他不讲话了、欸、不，事情没有那么简单。这个啊，走错路了。好，我们回去刚刚这边了。不，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对不起，我不知道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这个，但我想我应该告诉你真相。好，真相是什么？太阳是将救世主束缚于这个世界的纽带。等一下，哪一个？这一个。只要太阳完好无损，救世主将永远囚禁于此。那就不能回去找妈妈了。打碎太阳，世界就毁灭。但是有了，这样子也可以。哦，这次比较难了，但这也是唯一能让救世主回家的方法。所以说，要让 Nico 回家，还是把 Nico 困在这里？但是把 Nico 让 Nico 回家的话，这个世界就毁灭了。虽然不是 Nico 的世界，但是就毁灭了。那如果 Nico 留在这里，他就再也见不到妈妈。
而且这一边也只能那叫什么，就是得过且过的过活，因为太阳还是会继续慢慢的，怎么讲，它的能量并不是永恒的，它还是会慢慢消退。所以我们之前看到的一只小狐狸，那个是上一个救世主对吧，那个如果假设那一个是上一个救世主的话，那他就是选择了保护这个世界，那他现在很后悔，因为他再也回不去了。并不是说拯救世界不好，但是牺牲了自己这样子。嗯，啊，那边居然缺了一个洞，可恶。这是一开始那个床上面灯泡的形状，哎，对耶。我没有料到事情会变成这样，请原谅我。好，他现在就这样子了。这是那个灯泡，谢天谢地，他很安全。我觉得天使幽灵不会回来了。Nico， 我在这。幽灵，是的，真的是你吗？我以为你不在了。我从未离开过你。哦，在呢。我有点害怕，我觉得我很孤单，但我这样很傻，对吧？嗯，现在要考虑要去哪里了，而且。太阳自己亮起来了，我觉得我要把它拿起来，对吧，幽灵？啊，那一个自己关掉了，旁边那个东西。那我们现在把画面切换回来，好，这是我们一开始的小房间吗？那个地下室，而且楼梯不能跑。对耶，是一开始的小房间耶。它不会打开的。活起来了，这一个植物。它是活的。东西都是干净的了。地板也都好的耶。哎，来了。等一下，你有没有看到我看到的画面吗？有。所以你已经做到了，我想你已经赢了，天使幽灵。那么让我告诉你怎样拯救这个世界。当你达到最高层的时候，打碎灯泡，然后我们先维持。哎，灯泡的图案是不是变得漂亮了？还是一样？说这，我们先用这样子玩一下好，因为我不知道它会不会继续弹跳东西出来。哦。刚才是个玩笑，我知道你在从某个人那里获得帮助。你是说攻略吗？他已经告诉哦，不是他哦，他是指书的作者。他已经告诉你如何选择了，是不是？你还是要拯救这个世界吗，天使幽灵？为什么你为了这如此努力呢？你到底有没有弄明白这个世界的本质呢？
我从最开始就告诉你了，你的任务是帮助 Nicole 离开这里，因为 Nicole 并不属于这个世界， Nicole 是这里唯一值得拯救的人，由你做出最后的选择，我不能违抗我的程序。你只有一次机会，天使幽灵。如果你选择打碎灯泡，那么 Nicole 就会在家里醒来，就像做了一场梦一样。如果你让 Nicole 归还太阳，那他则需要为此牺牲。至少要告诉 Nicole 真相，你很在乎 Nicole 不是吗？哦，可怜的孩子，我也想让他回家。 Nicole， 我们聊聊吗？这肯定需要一点时间，我猜这个电梯是到他顶去的，天使幽灵。你很兴奋吗，幽灵？我们总算可以拯救这个世界了。这次我敢肯定这是真的，因为你也在这。我有点事情想告诉你，你可以。然后这次我也真的可以回家了，我已经迫不及待要见到大家了。哦，你还好吗，幽灵？你似乎有点安静。Nicole， 什么？我要告诉你一些事。我听着，我们无法同时拯救两个。世界和你，你是什么意思，天使幽灵？要把你送回家，我们就得毁坏灯泡。什么？这样的话，世界不是会毁灭吗？我不希望那样的事发生。那么，我们拯救了世界之后会怎样？我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你不知道？怎么办？哦，我们来到了那个塔顶了。所以太阳属于这里，我要把太阳放在这就能拯救世界，没错吧？但是如果我想回家的话，我得打破它。哦，天使幽灵，我该怎么做？怎么做才对？回复太阳跟回到原来的世界。回复太阳跟回到原来的世界。妮可还只是个孩子啊，可是这个世界的人们也都是好人啊，他们也没有做什么坏事，他们也只是努力的生存，尽管没了太阳，但他们还是努力的从其他荧光会发出荧光的生命体上面获得能量来生存。可是我给了他们希望，我现在要把这个希望夺走。但是这些人们 ，Nicole， 你们会怎么选呢？要救世界，还是为了自己？回家好了，回家好了，我们自私一点，我们回家好了，好吗？哦，他会这样看的，我现在发现。我们回家吧。
好吗？我也想回家，我也想回台湾，我也想回台湾。我相信你的判断，幽灵。我靠！我的画面在抖啊！我刚刚的画面超级抖动，它就是像这样子在抖。幽灵，发生了什么？这里很黑。哦，我看到道路的尽头会有亮光，我还听到了一个声音，妈妈，我听到她在叫我。我只能往下走，只要穿过这扇墙，我终于能回到家了。幽灵，我想是时候说再见了。我很高兴能认识你，天使幽灵。感谢你所做的一切。哎，你们刚没有看到他？他刚刚穿过我的这个地方往下走了。他刚刚往这边往下走下来，穿过我的虚空。是可以这样子的，致命错误，未找到救世主，关闭中。